船型是中国船舶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承建的新巴拿马最大型集装箱船，满足最新环保排放标准，主要用于中国到美国的航线运营，可运送有低温控制需求的食品、农产品和药品类货物。2025年完成转型升级能力建设，将实现年造船能力230万载重吨。